随着疫情降到二级警戒，家具家饰的买气成为解封后消费力道的指标。家具百货业者透露，民众在三级警戒期间宅在家的时间长了，更能够理解到居家需求，因此透过视讯直播询问家具的频率很高。家具品牌趁势祭出三折起的周年庆优惠，要靠整栋场馆多种品牌的优势，提供消费者一站式购足的消费体验。